中心镜头是来大拿店庆祝大拿主持变以企业十七周年。五号透早1600多位同仁和主持志工、社区民众做伙参加劳作活动，今日经搭配舒心爱地球活动，邀请大家做伙健康素食，走出健康。基本劳作是大拿主持变以引擎的传统活动。院长赖宁生表示，大拿主持病院十七周年，一期有一期的意思。过去大家做伙建设病院，今年也参与医学中心并建。今年路走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个是清净，要素食素性，基础是有坚定的信心。下一阶段，大拿的并建要改变成真。我们看看我们周边的树，慢慢都长大了，事实上感觉是很深的。那我们的所有同仁都在这边流下汗，流下眼泪，也流下了身影。那下一阶段我们是要有所改变。那今年我们就是去往医学中心去盘整，那这是一个目标，那也是我们对这个云嘉地区土地的一块承诺。我相信往这个方向去走，燕安将是有它的时代的意义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医疗做得很单纯，因为医疗本来就是解除病痛，所以当评审委员问我的时候，当大林慈济业能承担医疗中心的任务的时候，我们所心中的一个任务，社区医疗，我们是不是会放弃？我跟评审委员讲，医疗中心是我们的一个手段跟这进步的方法，但是我们的精髓是在社区医疗。特别的是，今年是大拿主持病院器官移植15周年，移植中心主任余文耀邀请朋友做伙参加入座，总共46位朋友共享盛举。103年八月份，接受所谓减重手术的侯小姐，体重由204公斤减到97公斤。足足减掉100多公斤，伊参加5公里的健康操，过程当中虽然走了真忝，得用行的。伊表示虽然感觉真忝，但朋友、医疗团队成员拢在边啊陪伊，会坚持行到终点，真有成就感。而这次活动配合舒心爱地球活动，除了在终点站午休时联署拍照打卡活动之外，沿途的补给站也推动自备环保杯，一杯到底，鼓励跑者自备环保杯。新闻客户洪大拿电采访报道。